بسم الله الرحمن الرحيم الحمد لله رب العالمين والصلاه والسلام على رسوله الكريم وعلى اله وصحبه اجمعين سبحانك لا علم لنا الا ما علمتنا انك انت العليم الحكيم اللهم انفعنا بما علمتنا وعلمنا ما ينفعنا وزدنا علما اللهم امين اما بعد السلام عليكم ورحمه الله وبركاته 愿平安！Allah 的仁慈与吉庆在大家之上。欢迎大家参加今天的 Zoom 线上学习。仍然跟大家一起学习伊斯兰群英传，基于伊玛目海迪的著作《CL CL 阿阿兰米努拜拉》，学习圣门弟子们 Allah 的爱和安托姆他们的一些啊、呃、优秀品质。那么今天要跟大家学习的这位英雄叫做 Abu a u m、um、m 阿 Al b a、ah、阿尔 i l i 阿布乌麦麦·塔尔巴希利，饶地阿拉嗯，um, 他在朝的时候是三十岁，是他自己提到的。那么可以做一个推算，就是他在这个启示刚开始的时候，在刚开始的时候，还不到十岁，属于相对来说比较年轻的呃一位啊，uh, 并且有传说，我我安那 بايع تحت الشجره تا شو يعني當時在樹下立約的人之意這裡指的就是如同 الله سبحانه وتعالى在 سوره الفتح as-sunni بالله من الشيطان الرجيم الله ولا قد رضي الله عن المؤمنين اذ يبايعونك تحت الشجره فعلم ما في قلوبهم فانزل السكينه عليهم واثابهم فتحا قريبا الله سبحانه وتعالى شو 呃，a 斯曼和他来的确喜悦了那些当时在树下与你缔约的那些信使们，他知道了他们心中的这个，就是、说真诚，以及以及这种决心，所以，阿拉啊降给了他们平静与安宁，并且啊、uh, 将会赏赐他们非常临近的胜利。这就是讲呃指的是在我们一起学习这个奥斯曼·阿尔德莱哈的生平的时候，应该有提到这个故事，就是在霍德比啊协约之前，奥斯曼作为一个。 啊、呃，代表去跟卖家人，啊、呃，进行这个洽谈，希望能够去朝觐。呃，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个谣言说奥斯曼被卖家人刺杀了。于是，啊、呃、先知阿里·苏拉图森就与信什么缔约，在一棵树下缔约，这个叫做贝阿图雷班，说：假如这个消息是真的，如果奥斯曼确实被刺杀了，那么即便。 我们现在势单力薄，寡不敌众。即便我们没有任何的军事准备，但是我们一定要为他复仇。啊、呃，出于对奥斯曼的喜爱，于是当时的这些信士们，啊、呃，都是非常坚定的。啊、呃，于是这阿、啊、里斯拉图斯他缔约，愿意为了维护奥斯曼，也是维护伊斯兰的尊严，啊、呃，而做出这样的许诺。所以阿布、um ·乌麦麦·阿尔巴黑利·拉德莱环图，他属于当时。 在这个树下缔约的人之一你们阿赫曼的记录呃他说有一次呃阿布我们买了班尼迪罗德罗环呼向我拉的使者做了这样一个请求他说亚伯索罗拉乌德罗哈利比西海岸他说奥瓦拉的使者请你为我做朵花请你向奥拉呃祈求让我获得 嗯，um, 呃，视死如归，他们都期望获得血汗的，期望获得这种为主道而牺牲的呃结局。所以他曾经向先知阿里所作的祷告要求说，啊、呃，请你为我做朵告，希望我能够获得血汗的。但是，阿拉的使者阿里所做了一个不同的朵告，他说 a l l h m a s a l i m h m a n i m h m 他说：“哦，阿求你赐予他们平安，赐予他们这个战利品，也就是说，让他们获得胜利。” 于是阿布·姆麦麦他就说：“于是我们作战，获得了平安，获得了胜利。”后来有一次，他又问，他又对使者说：“亚罗索的拉努鲁尼比阿麦林，阿拉的使者，请你命令我一件行为，哪件行为最值得我去关注或者重视或者坚持呢？”好了，阿里克比斯叶姆，阿伊姆来米斯来了，他说：“你要坚坚持封斋，经常的去封斋，因为没有与与他能够相提并论的这样的公修和行为。” 他看到阿布乌麦曼，传说者说阿布乌麦曼，我马尔阿祖胡，我和阿迪姆胡他自己以及他的妻子以及他的家中的仆人，啊、呃，之后自从听到这个命令之后，就是经常的、频繁的在封斋，经常能看到他们在一种封斋的状态下。所以封斋是啊、呃、非常尊贵的一件善行，不仅是在罗马端月当中啊、呃、要封斋，在一年当中其他的时间也有许多的机会啊、呃、应该让我们去封斋，比如说一个月当中。 啊，月中的三天，比如说周一和周四，这些都是属于顺的，啊，还有一些其他的特殊的日子，比如说阿修罗，比如说做了黑节朝觐月的啊前十天，啊、呃、等等。有一次，呃，使者阿里·斯拉图·伊斯兰派遣阿布·麦麦特·尔巴哈利拉的来黄土去他自己的部落巴哈利来这个部落去传达伊斯兰。 他说：“我来到他们这里，然后他们热烈的欢迎了我。然后我对他们说：‘的确，我是来啊、呃，向你们传达 S M 的消息。’那么这个消息当中就包含一些食物是要被禁止的了。所以他说：‘这托里安塔库马安塔的巴尔，哎，你们目前所吃的一些食物是非法的了。啊，如果是肉的话，要奉主之名去宰杀，以及还有呃，这个其他的一些饮食方面的规范。’他说：‘我按拉拉苏鲁拉苏里莱希。’” 米奴比，我是 lot o 的使者所派遣的一个使者，为的是让你们相信他。他说：“法卡兹在布尼瓦拉杜尼。”但是他们否认了我，他们呃，这个拒绝了我。然后我就呃一个人这个离开了，并且是又饿又渴。然后于是我睡着了，打了个盹在睡着以后，他说：“法乌提图费买奈米。” 呃，Michelle b t l e v n 他说我在睡着之后，在梦里，就是有一种呃奶制品被送到我跟前，ف شريب طو و ش ي 于是我就喝了，在梦里，然后感觉饱了，ف اذو م ب 但是当他醒来以后，发现自己的这个肚子确实胀起来了，也就是说，好像确实是饱了。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他的民族说：“Atak murojul min ashrafi kum wahiyari kum”，他们开始反省，就说：“Abu Muhammad al Bayhaqi al Radd al Hanuf”，我们都知道他是我们这个部落当中最优秀的人之一，最尊贵的人之一。法拉德土木乎，那我们为什么要拒绝他呢？于是他们就讨论之后又觉得做的不对，法泰乌尼他们又到我这儿来，比到阿米尔沙拉，他们来给我吃的，给我喝的。法库法库尔图拉哈杰塔利菲，他就说没必要，我不需要。Inallah qada atamaniy，Allah 的确已经。 攻击了我，阿拉的确已经给了我吃的，我撒哈拉也给了我喝的。反凡鲁伊拉哈利，你们你们看嘛，你们自己看。法阿门，他们看了以后，的确这个人没吃没喝，但是饱了，对吧？就是呃，很奇怪，于是他们都相信了。所以有些时候，如果一个人真诚的啊去做戴尔哇，去号召人们信仰阿拉，引导人们去认识阿拉，看到他了，有些时候阿拉阿兹我只会给予他。 啊，这样的开罗嘛，一种荣耀啊，一些迹象，以便身边的人们能够信仰。那、嗯、么，这个 <coughs> 不仅是阿布、um ·乌麦麦特拉贝黑利啊，即便是当代的呃、啊、一些这个呃杜阿特一些宣教者，他们身上也会啊经历一些这样的事情。这是出自于 a 罗斯潘 h 所开罗他的能力啊与他的引导。呃、啊，另外。<coughs>

就是不要去，呃，模仿外国人尊崇彼此的那种礼节，呃，也就是说，这是对待帝王或者是这个达官贵族，这是外族文化当中，因为人类社会有，呃，阶级才有的这样的一种礼节，但是他在向信使们。 强调我是阿拉的使者，是一个血肉之躯啊，跟你们一样是 bashir，他有特殊的任务和使命，但是啊，就像学者们说的，这个仆人再高，他还是仆人，呃、啊，他是阿拉的仆人和使者，所以我们尊重他、喜爱他、嗯、啊，服从他、效仿他，但是呃、啊，也是有一个界限，所以他其实。 不允许信士们啊、呃，不喜欢信士们，就是看到他也会站起来，这样去尊重他。而最好的尊重他的方式是，呃，认真对待他所传达的启示啊、呃，并且践行他的指导，效仿他的品格啊、呃。所以从这点上来说，伊斯 m 当中也没有这个礼节，就是说一个人进来，比较重要的人，大家觉得比较重要的人，所有人都站起来，没有这个礼节。 哪怕他是 imam 也好，他是学者也好，啊、呃，他、嗯、是呃这个官员也好，你坐着的人就坐着，他站着的人应该给你们坐着的人打招呼，站着的人应该跟跟坐着的人说 salam，坐着的人就坐着。所以 Islam 他，嗯，呃，一方面是强调这样的一种呃平等，另外一方面其实也是呃减少这个。 disturbance 就是说，尽可能的去给予所有的人方便，所以在一个情况下，什么样？你说是站着的人跟坐着的人打招呼更方便呢，还是坐着的人全部起来，一个人进来了，十几个人、二十个人全部站起来更方便？当然是前者更方便。所以 Islam 它就是给予人们方便的这样的一个生活方式。呃 i b n u m u b a r a k 他提到，呃，传述自穆 m a d i b n u ziyad。 他说有一次，我看到阿布·乌麦阿阿布·乌麦麦拜·哈利，然后他来还我，ه, 来到一个清真寺里的人跟前。这个人在干嘛呢？我和我塞这东不 k 我也得这个人在清真寺里，在叩头的状态下哭泣，并且做短啊。那要是我们看到的话，就觉得嘛是啊啦，多么虔诚，多么优秀的一个人啊，肯定会等他做完短啊之后去说你给我也做个好短啊，觉得你是一个清廉优秀的人。但是阿布·乌麦麦他。 Alba Hilir 得了幻图，他说什么？Ant Ant 他说你这个人啊，Look I had a p h i b i c 他说如果你在家这样做就好了，就是说这样的行为应该是隐藏起来的，对吧？情感的表达，啊、呃，或者说任何形式的善行，都是隐藏的比这个公开的要好。通常情况下来说，所以他说 Look I had a p h i b i c 你为什么不在家这样做呢？ 你要想在叩头的时候放声哭泣，向阿老做祈祷，在家多好，为什么要在公众地方？呃，就有嫌疑呗，有沽名钓誉的嫌疑、啊。所以，看到阿老师门弟子们他们对这个真诚的这种重视，那么这一点，呃，很多优秀的信士们仍然这个重视。比如说有一次我在埃及，呃，时区的大鲁尔阿克姆，am, 开罗的还有还有阿舍的有一个清真寺叫大鲁尔阿克姆礼拜。 当时领拜的是哈尼，拉哈莫拉，他后一年归真了。他当时领塔拉维哈的时候，每次诵读到你听到他的声音开始有点哽咽，他有点情绪激动的时候，感觉快要哭的时候，阿拉和卡巴他就鞠躬了，不往下读了。再往下读就会哭的，那我不我不想让你听到我哭。那我的哭是我真实的情感的表达，我希望是隐藏起来的。 是为了 Allah 看的和他而不是为了让你们觉得马沙 Allah 他真虔诚，马沙 Allah 他真这个呃投入，就是不是给人们看的，你没有必要知道。所以每当他快快要哭的时候，Allah 和他就鞠躬，然后收拾自己的情感，调整自己的情绪，然后再继续。所以这是我们应该去学习的。如果你有优秀的行为，如果你有这种与 Allah 看 l 话，他的的的临近。 露看的还的费贝提克，在你家里多好。另外，嗯 <coughs>、啊，有一次，萨利姆伊布努阿米传述，他说：“困难那只历史一来艾布乌麦麦，我们有一次坐在艾布乌麦麦跟前，他有哈迪斯呢，哈迪斯很 ك 向我们传述了很多来自于使者的讯然后说。 雅各鲁，我们离呼安乃麦特斯米尔乌，呃，他会说：你们要理解，并且要传达你们所听到的。这就如同使者阿里·伊·所拉图·所拉姆他说过的：纳德拉拉，纳德拉拉，吾们人，谁也们听到了我的教导，并且理解了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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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且保护了他，通过背诵，通过践行，并且传达了他。也许一个传达者将会把知识传达到比他更理解的人那里。所以，呃，我们学习 Hadith 圣讯，或者任何 Islam 的知识，它都应该是这样的一个顺序：顺序、聆听、理解、啊、呃，实践、传达。另外，呃。 <coughs> 那么这个就是关于呃 a d a 里，l i 他有一本书，就是收集一些 c a r m t 关于早期的信士们的一些呃呃翻译做奇迹不太准确，就是一些呃呃，就说迹象，Allows 看的话，他来赐予他们的一些呃超出寻常的一些这个迹象和恩典，那就包括有一次他说他。 这个施舍了呃三迪纳，安努他撒达卡比三阿迪丹纳尼尔，他施舍了三迪纳啊。法拉奎亚塔哈卡罗杰提黑，他、呃、回到家中以后，在自己的这个床榻下面发现了三百迪纳啊。所以这个施舍，阿拉斯看的话，他俩绝对会多倍的丰富的那么提到阿布 但是有这样一则圣训啊、呃，我每次想到，因为因为是阿布、um ·沃曼巴特拜黑利·拉德勒哈图传述的，就就印象非常深刻。啊，是由一名穆斯林记录的。他说，他听到阿拉的使者（萨拉勒和阿里·阿萨勒姆）说：“也卡拉乌勒·古尔安，你们应当诵读古尔安。An, ”因为，在父生日，他将会为他的朋友们、为为他的同伴们说情。哈拉乌兹哈拉温，这个诵读那两个明亮的。 呃，章节 a l b a k a r a h wa s u r a t al-imran 指的就是黄牛章和伊格兰的家属章。你们应当诵读这两章，因为在复生日，他们俩会像两朵云一样，或者像呃两片这个阴影一样，或者像呃两或者像呃两群鸟一样成群结队的为他俩的朋友而说情。然后限制阿里斯拉苏斯他又一次重复。 إقرأوا <noise> سورة ا ل 你们应当诵读黄牛章。فَإِنَّ أَخْذَهَا 紧紧地抓住它是一种激情，而 تركها حسرة 放弃它会是一种啊这个悔恨。وَلَتَسْتَطِيعُهَا ل ِ ب َ ع ْ ث َ ه َ而术士们没法克服它。这里的“拜他拉”指的就是阿、ah、ara, 魔术师们啊无法克服它。所以呃这个 hadith 是对于呃诵读古兰背诵古兰，尤其是这两章的一个非常好的鼓励。

呃，其中的很多在接受 islam 之后并没有公开，islam 在早期处于这个隐藏，因为他们担心会遭致来自不幸道者的攻击。但是穆杰哈迪说，最早公开了自己的 l a m 的是七个人：阿拉苏卢拉希萨拉拉胡 s 里胡阿萨 a l l a h 的 a b i u n u s h u l Abu Bakr，和 Bilal，和 Khubab，和 Sahib，和 Ammar，和 Um h u s 这七个人，其中就包含了现在要讨论的这位英雄阿马尔伊布努耶尔，以及他的母亲索梅亚，都属于是最早公开了伊斯兰的人之一，呃，之列 <coughs>。那么，早期这些没有家族保护的信士们，在社会当中处于弱势的这些信士们，就遭到了严酷的考验，不幸道者就是肉体的攻击，他们，呃，殴打他们，有些时候是，呃，抓住他们，然后。 就是严刑拷打、折磨他们，为了让他们放弃 Islam 为了让他们啊呃,呃背离这个他们新接受的信仰。那有一次是这阿里·斯勒图斯他们经过了这个阿马尔布努耶斯不仅他本人、他的母亲、他的父亲，就整个这个家家庭都是在社会当中处于弱势的家庭，所以呃都是遭遇了严刑拷打。 他的母亲苏美也是伊斯兰历史上的第一位烈士，为主导而牺牲的，啊、呃，烈士，因为他在这个呃酷刑的呃折磨下最终归真。所以有一次使者阿里·斯特·图斯拉经过他们，看到他们的这种情状，他说了这样一句话：“他说，苏巴兰耶，呃，他说，兰阿拉耶斯尔，啊，因他说，物皆达库穆尔真呐。”他说：“他斯他的家庭啊，坚韧吧，忍耐。” 因为我与你们的约定在天堂，非常美的一句话，嗯，也令人非常心酸的一句话，也令人非常感动的一句话。呃，但是我想在这里提到的一个思考的点就是，这是伊斯 m 非常早期的时候，就对于苏美亚来说，他所了解的关于伊斯 m 的知识，从这个理论的数量来说。 可能比今天在听的很多人都要少，他就知道来一来还用到拉，这个世界上只有阿拉值得崇拜。他知道我们哈买多少苏鲁拉、苏鲁拉或里有圣人，啊，我们哈买的是阿拉的使者。他知道有有复生，有后世，后世有有有审判、有清算，然后有天堂、有火狱，可能就这些，对吧？这时候或者案当中所降世的苏瓦，可能就个别的几个、零星的几个苏瓦，很短的几章。那关于很多的律令、生活方式方面的这个。 规范关于合法与非法，关于伊斯 m 的政治观、伊斯 m 的军事观、伊斯兰的经济观，所有这些他都不知道。但是就那一点最基础的知识，苏梅也奥罗得了，还还愿意为这点知识而牺牲。就是当不信道者折磨他，让他放弃伊斯 m 的时候，就这一点认知。 就来埃来哈，伊拉拉穆罕默德拉苏鲁拉萨鲁拉阿里三，这一点认知足以让他坚定的说：“呃，死而无憾，值得。”是看到所以我们与他相比，我们没有任何知识。我我们有什么知识？我们的知识对我们产生了什么样的改变？有没有给我们这样的坚定？有一次，有一个人到寺里，他跟我就闲聊的过程当中，他说。 我们都知道那一节，的确，我们的礼拜、我们的牺牲、我们的生命、我们的死亡，都是为了 Allah 全世界的主宰。他说，大多数的穆斯林，这个所赖提和努苏克，礼拜和牺牲没问题，都是为了 a l l 的。这一点上，大家都做到。礼拜肯定是，呃，尽可能的虔诚举意，对吧？朝向 k i b 然后 Allah 和啊、呃、入拜的。 再生都知道要说彼此命来，阿拉和去再生的。所来提我努苏克，大家都知道这是但是他问我，还有谁的海耶生命，还有还有谁的死亡是为了阿拉全世界的主宰？这个问题真的让我思考。我们有谁是为了阿拉而活着的？有谁敢真的说我是为了阿拉而活着的？然后有谁在归真的时候能说？ 我的这个死亡是为了 Lost Pan 的国家的，很少可能。所以有些时候，Lost Pan 的国家的让世界上产生一些情状。我也在黑的面孔束海的，他从你们当中取一些束海的烈士，给予一些人这种尊贵的、高尚的死亡，为了 a l l o w 的死亡。比如说现在在埃及啊，在加沙。 经受苦难的一些同胞，当他们带着信仰，当他们带着对 Allah 的托靠，在这种考验下，能够啊、呃、宁死不屈，捍卫自己的家园，并且坚守自己的信仰。那这种埋麦，这种死亡是礼拜 Allah 的命，为了 a l l 全世界的主宰。所以，我们除了自己的礼拜和封斋是为礼拜和这呃，这个牺牲是为了 Allah 之外，也要努力的让自己的生命和自己的死亡是为了 Allah，呃，Subhanahu wa Taala。 所以这个，呃，索梅耶奥罗丁罗话，他、啊、这里提到，他最终牺牲，就是整个这个过程，他没有任何的妥协，没有任何的让步，他坚守 Islam 没有任何的放弃。嗯，<coughs> 这就是我们从耶斯克的这个家庭身上能够学到的这样的一种品质，这样的一种坚定。嗯，那么这里，Al h 哈 i m 记录。 他说：“呃，阿马鲁伊布努耶斯勒当时被这个多神教徒抓住，然后就是欺负、各种折磨、严刑拷打，为了是让他 <coughs> 要放弃 islam 最终导致他……呃，这个法拉米亚图鲁库哈哈达塞本的比亚，萨拉拉胡阿里和萨勒姆，他们没有轻饶他，没有放过他，直到他咒骂先知阿、啊、里·斯拉图萨姆，啊，我在看到阿里还彩虹比黑尔，并且称赞或者说。<coughs> ” 对他们的那些偶像说好话，送给他的客户这样的话他们才放他走。那么就说有有些学者说，其实那时候，呃，马利布努耶斯里已经被折磨到这样一种程度，就是已经失去意识了，已经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了，呃，昏半昏迷的状态，然后就说了这样的话。于是他来到老的使者萨罗洛和阿里奥斯兰姆这里，就是脸上非常的忧愁烦恼。使者阿里奥斯托斯兰姆就问他说：“发生什么事了？”然后他说。 不好，就他感到非常的愧疚。他说：“Ma turiktu h a t a uh nil tu minka w a a k a r a t u ali hatham b e h a y r 我，呃 <noise>，他们没有放过我，直到我咒骂了你，说了不好的话，关于你说了不好的话，但是又关于他们的偶像，呃，说了这个好话。这时候，使者阿里斯拉图斯问了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Kafatajtu qalbuk 你的心的状态是什么样的？苏潘拉就说：OK，你的这个口舌上。” 可能说了不该说的话，啊、嗯！但是你的心是什么样的？阿玛尔他说：“我的心是这个满足于信仰的，我的心是安定于信仰的。”先知阿里斯拉图斯他们说：“那么，如果他们反复，就是他们再欺负你的话，你再骂我，你再咒骂我，你再对他们的偶像说好话，没关系。” 这就是为什么 Allah 所派的或他来降示了这一节苏拉图纳黑密封章当中，他降示了这样一节：谁如果在信仰 Allah 之后又不信的话，伊拉但是除了他做了一个这个排除，伊拉们乌克里哈和 قلبه مطمئن بالإيمان ولكن من, بال ول من شرح بالكفرى、啊、صدرن فعليهم غضب من الله ولهما عذاب ناريم。除了那些被迫、被强迫而他们的心是安定于信仰的。 之外，这些人就是不不遭受罪责，但是谁如果在信仰之后自愿的出于自己的又不信了，这样的反复无常，那么他们会呃、啊、获得来自于 Allah 的恼怒，以及会获得严酷的刑罚。所以从这一节当中，呃，就是 Allah's 阿拉看到他给予了信士们这样一个鲁哈萨，鲁哈萨就是一种荣誉或者一种特许，那么就是在呃。 所以伊本·努克，呃，伊玛 h a 哈比在他的书当中，在这里在讲到阿马尔的这个故事的时候，他就开始了一个讨论，叫做“贝纳拉阿兹伊马提沃鲁赫沃鲁赫萨蒂伊非诺提比卡利马提的库弗尔”。那么在说出库弗尔的言辞，在说出不幸的、毒性的言辞这方面，即呃，在这个讨论关于一种是阿兹嘛坚定，一种是鲁赫萨就是特许阿拉的这个宽容。那么伊本·努卡西尔以及其他的学者们说，i 本·努伊萨克说。 呃，传述自萨阿伊的布鲁朱贝尔，他说有一次他问阿布德莱夫纳阿贝斯拉德勒话，你们当时不信道者有没有欺负、伤害、折磨呃圣门弟子们，直到这样一种程度啊？麦、呃、以至于他们如果说出了这个 ر, 就是表表象上好像是离开了自己的宗教，背弃了自己的宗教，他们能能否被宽容？就是有没有足够的这个理由？这个理由是否充分？ 他们能不能被原谅和饶恕 i m n a b Bas 说：“No, w i t Allah。”他说：“我以 Allah 起誓，绝对当然是可以被原谅的，可以被宽容的。因为当时他们被，当时不信道者曾经殴打他们，然后呃，不给他们吃的，不给他们水，以至于他们当中一个人就坐不直，伤害到这样的一种程度，就是坐都坐不起来。嗯，呃，这样的一种 f i t n 这样的一种考验，呃，直到他们要说。” 啊，直到就说，当不信道者说呃，莱特沃拉乌塞，就是只提到他们的偶像的时候，一些圣门弟子们会说伊拉哈尼呃，明都尼勒，这个他们也是神，然后这些人会说，那么是的，我承认，你说是就是，就是被欺负到了这样的一种程度，为了能够保护自己的性命，为了能够结束这样的考验，啊，所以塞尔主的他就说我 m i s 于是就因为这样的情状因为这样的情况。 Allahs，我这是降世了刚才所提到的这一节，这一节节文，也就是说那些人如果是被迫啊，但他们的心是安定于信仰的，那么 Allah 给予了他们一种 ruxa，就是宽恕。所以这些人由于他们所经受的非常严酷的这个惩罚，呃，非常严酷的呃严刑拷打和和折磨，呃、啊，以及这样的。 考验他们是被啊、呃、宽容的，呃，他还加了一句啊，斋月呢，Allahu minzalika bihaulihi waqwatiq shu'alauskanu 和他了，保护我们不要遭受他们曾经所遭受的那种啊、呃、考验和困难。所以呃，伊本·哈杰尔他说，伊本·巴塔尔说，呃，也是呃，继续了这个继承了伊本·穆尼尔的意见，那就是 ajma' al-ulama'u ala。<noise> <noise> 学者们一致同意有这样的一个共识，那就是谁如果是被强迫，以至于他担心死亡、担心会被杀死、担心会丢掉,掉性命的情况下，那么啊，如果他的心是安定于信仰的，那么他如果表象上表达出了库夫，看起来像是不信了，那伊斯玛阿里对他没有罪责。 老老会宽容他，会饶恕他，啊、呃，也不会这个断他的妻子要离开他，因为如果一个人确实，啊、呃，就是在没有被强迫的情况下，出于自身的这个离开了 Islam，脱离了 Islam，说了 k a a l i m 开 k u f 库 r 表达了 k u f 库 r 那么学者们这个或者说法官们会断他的妻子跟他的这个婚姻就无效了，因为穆斯林穆斯林嘛只能嫁给穆斯林，一个信女只能嫁给信使，所以如果他现在不没有信仰了。 那么他的妻子跟他的这个婚姻也要结束，但是这种情况下赖斯马利他没有罪责，也不断他的妻子要跟他离开。他们不会把这个库夫断给他。但是这时候伊玛目扎哈比又进一步的讨论一个更加有意思的问题。他说：“哎，有红麦阿夫多。”那好，我们知道这个鲁萨、uh、是呃存在的，这种特许是存在的，这种宽容是存在的。他说：“但是这两一个，这两个哪个更好？” 是采取这种宽容，就是说给自己容易，为了避免自己被杀死，为了避免丢失性命而采取一种妥协啊、呃。心中是安定于信仰的，但是表达呃，这个就是说识时务者为俊杰，这样更好。安美拉兹嘛，还是坚定更好。就说那就是舍身取义，就就性命可以可以不要。 但是坚定于信仰，不说任何的开利曼图鲁库夫，坚持于信仰，哪一种更好？他说这两个都是，当然都是可取的，但是哪一个更好？他说伊本努巴塔勒说 l ج م ع ا ل 还是说学者没有公议 a ن م ا أكره على الكفر فاختار القتال،أنه أعظم أجل عند الله من اختار الرخصة。他说学者们一致同意，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当他的性命受到威胁，但是他如果选择坚定，选择为了主而牺牲。 那么他的回次是更大的，比起那个选择了这个鲁哈萨，选择了这种宽容和特许的人。伊本·卡西尔在他的经注当中说：“我了阿卜杜拉，我了奥拉，安伊斯布特的穆斯林，我了迪尼。”他说：“对于一个穆斯林来说，更好的、更加优先的、更加尊贵的是他坚定于自己的信仰。我 l 乌阿卜杜拉伊了卡西里希，哪怕这会招致他的死亡。”所以学者们在这里讨论以后。 达到的结论就是，在遇到这种情况下，舍生取义是更好的，是更是呃回资更大的，是更加尊贵的。当然，o 哈萨是允许的。那么，这个也取决于每一个人他自己的这个承受程度，对吧？呃、每一个人他自己的这个情况啊、呃，所以也是个案对待。但是学者们说，这个一个一般的、一个通常的呃比较下。 那么舍生取义是更好的，为什么呢？证据是什么？有没有证据呢？当然有证据，学生们当然不会平白无故的凭自己的这个呃呃个人意见去说话的。那么证据是什么呢？布哈里当中记录了这样一则 Hadith，是由哈巴伊姆诺呃伊姆诺阿拉特传输的。他说：“舍考纳伊拉· Rasulillahi sallallahu alaihi wasallam，وهو 呃，وهو م ت 他说有一次。 我们看到这个 a l l 的使者 s a 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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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h u a l i s l 坐在这个开尔巴的阴凉里面。我们向他抱怨，抱怨什么呢？他说：“我们抱怨，我们对他说你，你你为什么不向我们寻求援助呢？你为什么不向 Allah 做祈祷呢？”就是看，这是早期卖家的时候，看到信使们遭受了这样多的考验，遭到不信道者的攻击啊，多神教徒的。

我买也速度会在这里看定他说，在你们之前的过往的民族当中，曾经有人，那就是在他的那个时代，不信道者挖个坑，把他埋在这个坑里，然后会带来一个剪刀，把他从上到下直接把他切成两半而这没有让他丢失自己的信仰。也有人过去过往的民族当中，有人被不信道者拿着。 铁做的像梳子一样的，把他的肉从他的骨骼上这样割下来，这没有让他丢失自己的信仰。他说：“瓦拉希莱尤提门哈达的阿姆拉，哈塔耶西拉的拉克布米斯纳阿，伊拉哈德拉莫特，拉耶卡夫，伊拉拉啊。”为兹巴阿拉哈奈米希瓦拉金纳库米塔斯塔吉隆。他说：“我以阿拉起誓，这个宗教，这个真理，最终一定会弘扬，最终一定会。” 胜利，直到一个骑行的人会从 s a 一直到 h a d h r a m 就对当时对他们来说是很远的地方，在也门，一个人从 s a 到到 h a d r a m 不会怕任何，谁也不会怕，只会怕 loss of c a t 他 l 或者就是无非就是为他的羊群而担心，呃，有狼。也就是说，将来会有一个时间，Islam 无处不在，穆斯林到哪去都是安全的，在哪都有穆斯林。但是你们这些人我来听 i k u n a kum t a s t a r j u l 你们这些人非常的急躁。 是这阿里的图斯他们说你们你们太着急了，也就是说这个过程，这个遭受考验和艰辛的过程，是对信士们的一种培养和锻炼，啊，百炼成钢的一个过程。那么 a 本·图米亚，m 拉哈马胡拉他在他的书《艾艾里,里,里斯卡 a 当中提到了这则 hadith，然后他就做了评论，评论他说：“马格努姆，安那哈达，إنما ذكره النبي صلى الله عليه وسلم。” 非马阿到那么显然的众所周知，使、啊、提到这些人，提到这几个例子之前的民族的例子，是出于对他们的称赞，赞赏了他们的这种坚定，赞赏了他们对信仰的执着和保护和啊这个宁死不屈、舍身就义的这种精神。ل ِ س <noise> <noise> َ因为因为,因为他们的坚韧，因为他们的坚定。و َ ل <noise> ِ ي َ ك ُ و ن 名态的一些罗马，因为这是对于信什么来说是一种爱意思、啊，是一种尊严，体现出了信仰的尊严。所以，呃，根据这则圣训，以及还有其他的一些证据，伊本·卡提尔、伊本·巴达等等这些学者们都说，在遇到这样的选择的时候，舍生取义是更好的。当然，这是提到 Kalimatul k u f 库夫，就是严重到要说 k u 库夫了的情况，说我不信的，或者说说出了这个完全毒性的、违背呃一个人的信仰的根基的这样的 k u f 库夫。至于其他的，相对比较。 柔和一些的妥协，啊、呃，那当然没没有不就不到那个程度啊、呃，也还牵扯不到这个生死之间的问题啊、呃，那当然是呃可以采取智慧的，是有这样的一个灵活的空间的啊、呃，并且即便一个人选择鲁赫 a 啊，他也是没有任何罪责的，他选择这种宽容也是没有任何罪责的，就像阿玛利布亚斯。 啊，呃、他咒骂了使者阿里·希斯拉图·萨姆，但是使者对他说：“反应的法阿杜，如果他们再再欺负你，你再咒骂我。”这也体现出使者阿里·希斯拉图·萨姆他自己的一种啊、呃、宽容，就对他对他来说最重要的是人们有信仰。啊、呃，他怎么被对待反而无所谓，只要你心里确实有信仰就好，那就没关系。然后，嗯，有一次，呃，even is 伊本·伊斯哈克，呃，伊本、呃·阿布·伊斯哈 p 提到，有一次阿玛里布努雅斯请求。 这个呃，来会见使者阿里·斯勒图斯兰，然后先知阿里·斯勒图斯兰对他说：“啊，他问是谁呀、啊？他说阿马尔。他说马尔哈本 ·bil m 利 t a y y i b 呃，伊玛目帖尔米的记录了这个 h a d i 使者阿里·斯勒图斯兰说：欢迎啊，纯洁的被净化的人。那么这个德伊纯洁的好理解，苏哈巴罗德勒欢同他们都是纯洁的，嗯，都是争相行善的，都是。” 敬畏的、优秀的，因为 Allah s t 在破传当中称赞了他们。但是这个穆塔伊这个词“被净化的”就很有意思了。为什么把阿玛的叫做“被净化的”？那其实稍微一想也不难理解，就是因为他所经历过的那些沸腾、那些考验、那些啊、呃、严酷的经历。因为使者阿里·斯拉图斯姆在多则圣训当中告诉我们这样一个道理，那就是任何一个信使所遭受的任何考验，都是对他的一种清洁、一种卡发拉，对罪行的一种消除。 在一则顺序当中说，他说：“直到一个人就是不断的被考验，直到他会在大地上行走而没有任何的罪责。所以，因为 I'm out 经历了这么多的考验，所以我特耶布你是被清洁的。这也让我们确实对生活当中的考验与困难要持有这样的一种乐观。啊，可以说痛并欣慰者对吧？呃，生活当中的各种考验都是在提升我们的品级，让我们更加靠近阿 a 斯帕努塔拉。嗯。” 改善我们的信仰，净化我们的心灵，让我们更加有资格啊、呃，这个符合天堂的人的身份，以便最终能够。<noise> 能够能够凭借阿拉的慷慨，能够这个继承天园。啊、嗯，关于阿马尔布亚西尔，阿拉德勒哈除了他的啊、呃、这个他的家族的这种坚韧之外，另外还知道一个比较有趣的知识点，就是在 h, 在教法学这方面，通常提到阿马尔布亚斯。尔。 学习教法学的人会想到这个泰耶姆，会想到打土镜这个知识点，为什么呢？因为伊玛目鲁布哈利记录了一则圣训，呃，是由呃赛义德伊本阿卜杜拉曼呃伊本阿布扎传述自他的父亲。他说有一次有一个人来到阿米德本哈塔布·拉德勒·安努这里，然后跟他说了一个情况，就说艾吉纳卜图我没有了大镜。 法拉姆我随便卖，但是没找到水，怎么办呢？就是我我需要洗大净，但没水，那怎么办呢？阿马尔呃就对他说，啊这个呃阿马尔当时没有立马的给出一个回答，他可能在思考或者在想。于是阿麦勒布努艾尔尔对阿马尔做了一个提醒，他说他说你不记得吗？新的长官曾经有一次我们在旅途当中，呃就是我和你。 然后也是有这样的一个情况，也就是说出，出生出出现了类似的这样一个情况，没了大镜，没有水。法安法拉姆托萨里，至于你呢，当时在那次具体的那次旅途当中，你就是因为不知道该怎么办，你没有礼拜，也就是说要等待，要去最后要询问使者阿里斯拉图确定该怎么做以后才，才才才才呃才继续呃这个做下一步的这个事情。法安呢，至于我呢。 我当时躺在土里这样打滚儿，呃，啊扫泪土，然后我就礼了拜，法宰看到土里那比伊扫于是他们最后跟使者他们提到这件事情，使者说，他他就对阿说，其实如果你这样做就足够了，于是他就给他展示了。 فضرب النبي صلى الله عليه وسلم بكفيه الأرض。于是使者阿里·萨拉特·乌·萨拉姆用他的双手拍击了地面，ونفخ فيهما。然后他往两这个两手中间吹掉了尘土。然后他用两手这个刚才拍击了地面的两手抹了他的脸以及他的两个两手。他说：“你这样做就足够了。”也就是说，他给阿玛教了这个途径的方式。 讨厌木木的方式，所以通常，呃，这个四大教法学派讲到讨厌木木这一门的时候，基本上都会用到这 d i 蒂斯。这个 i 蒂斯是一个比较核心的证据，关于讨厌木木的方式以及它的合法性。嗯，所以阿玛鲁本努亚斯，谢尔老爹的当时就是提醒了阿玛鲁这件事情。那么由此也由此也可以看到，首先可以看到阿玛鲁的谨慎，对吧？他没有立即回答，他在他在回想，就是使者的教导是什么样的。 也体现出师门弟子们彼此之间，呃，都是强调这样的一种精神，就是当有人问问题的时候，不是你觉得、我觉得、你认为、我认为，他说张张三说李四说，而是我们回想一下，啊、呃，在使者阿里·沙图萨姆的生平当中，有没有证据能够来回答这个问题？他就想到了，他就传述了。那么阿麦布努尔·塞尔罗迪勒完图最后是在这个苏菲战役当中，也就是呃第一次菲特纳穆斯林当中的第一次内部的这个分歧，也就是介于。 穆阿维叶·伊本·阿比·苏菲 n 以及呃阿里·伊本·阿 i 杜拉布·拉迪勒·法恩图马之间发生了军事冲突，他就是在这次军事冲突当中，在 Sufin 战役当中啊归真的，享年九十岁左右。拉迪勒·法恩图要老喜悦他，以及喜悦所有的圣门弟子们。啊，今天跟大家学习了两位门弟子：阿 um、ili, 以及玛布努拉迪拉迪 呃，希望有对大家有益的内容。任何有益的内容是来自于我的恩典和他的引导。任何说的有错误和缺陷的地方，是我个人的不足。乞求老饶恕，希望大家宽容。<coughs> 呃，如果大家有问问题的话，呃，最后留五分钟的时间，可以选择性的讨论和回答几个问题。少老虎他了。如果大家有问题，可以发在聊天框里，至少恐木老可以问。有人问，可以。 自杀吗？自杀是伊斯兰所禁止的，因为它表现出的是对 Allah 的仁慈的绝望。Allah's panel 他来说，呃，我的过分自嗨的众仆啊，不要失望于 Allah 的仁慈啊、呃，所以任何时候都不能够绝望于 Allah's panel 他的恩惠，任何时候都要抱有希望和乐观，那就是 a l l s 我这是全能的，可以改变一切情状啊、呃，无论你看到情状多么的这个。 弹尽粮绝，四面楚歌，阿拉可以一声令下改变一切情状，所以啊、呃、，l a m 不允许自杀 <coughs>。一个问题说，如果有人问说，你们的主宰不是保护你们的吗？那为什么看到世界上很多的穆斯林在遭受压迫或者遭受伤害？这个如何去回答呢？这是很好的一个大我的机会，很好的一个传达我们的信仰的机会。其实，啊、呃，那这就是人们对信仰要有一个呃，这个。 比较深度的理解，不能那么片面。这不是像小孩过家家一样的，就是呃，就是你有你的保护神，我有我的保护神这样的，就不是这个关系。a l a i s p a n l a 是全世界的主宰，呃，他不仅是被压迫者的主宰，他也是压迫者的主宰，作恶者也是有受到 a l a i s Panosla 的掌控的。但是 a l a i s 是给予了人类自由意愿，给予了人类自就自己选择自己的行为的这个，在精神生活当中自己去行为的这样的一个啊、呃、自由。 然后他根据你们的行为去给予你们后世的呃结果，那这就是一个考试的过程。在考试的时候，监考老师路过了你，看到你在犯错误，他也不会给你指出来的，因为是考试、啊。你做错了以后，你最后这个成绩出来的时候你就知道了，对吧？他即便皱眉头，他即便看到你做错了以后感觉生气，他不告诉你，因为这是考试。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 a l o s l a 在今世生活当中允许人们，呃，做自己的选择，有自己的行为，然后最后，呃，收获自己行为的结果。然后 Alois 的话，他确实时刻在保护信士们，但是这个保护不一定是对肉身的保护，这一点也非常重要。对于信士们来说，最重要的是后世的成功。 呃，今世的这个物质生活是所有人都要结束的。Kululu n a f s n that a t m u t 一切有生命的都要品尝死亡的滋味，所以人必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所以保护不是说让你永生不死，那本来也不现实，就是那不信道者也不会希望永生不死，都知道最后是要死的。所以真正的保护是对一个人信仰的保护，我们所期待的保护，我们所重视的保护，是对我们的 d e a n 是对我们的信仰的保护以慢的保护。因为一个人如果 带着遗憾，带着归，带着信仰而归真，那么他的确获得了成功。而如果一个人在不信道的情况下死亡的，他就确实失败和亏损了。所以你看，Allah s u a l a 如何在保护着巴勒斯坦人的信仰，Allah a 就是遭受这样的呃压迫和侵略和侵,略和侵犯和伤害，但是仍然在自己的这个家人接二连三的归真之后，能够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 Alhamdulillah，Alhamdulillah，Al 一切赞颂全归 a l 能够那么淡定的说了，伊拉还信了拉，他们的信仰更加坚定了，没有因为今世生活当中的考验而丢失信仰，这何尝不是一种保护？哪能哪能有这么强的信仰？如果不是平遥拉的保护，所以世界各地有很多不信道者，就是有很多这个非穆斯林，看到这样的情状以后，开始觉得，呃，就是对伊斯兰开始有了兴趣，甚至有很多人因此而接受了伊斯兰，那就是。 除非他们的信仰是真的，除非他们的宗教是真的，哪来的这样的精神力量？怎么能够坚定的活下去？怎么能够有这样的一种啊、呃、坦然和乐观？所以这就是 Allahs p r n u n 对他们的一种保护。所以当我们提到保护的时候，不仅是对这个肉身的存在的保护，更重要的是对一个人的后世的保护，对他的结局的保护，对他的呃这个灵魂的保护，这个也非常重要。另外的一个方面就是。 呃、uh,，a lost panel，他来保护他所抑郁的人，然后他他所不保护的人经受考验，也不一定是对他不，就是这个对他不好的。前面已经提到过了，任何一个姓氏所遭受的任何考验与这个挫折与呃坎坷，都是对他的一种清洁，都是对他的一种提升，都是对他的一种净化。所以还是的，很多时候人们问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就是一种呃只看精神然后只看肉体，只看物质。 就是到头来还是对世界的本质看的比较的肤浅。如果一个人真的相信后世，相信灵有灵魂，相信这个最后有有有审判、有清算、有天堂、有火狱，那这些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嗯。这是一个呃简短的回答。有些善行无法避免不让他人看见。 是否要放弃慈善行？那当然不能放弃。呃，隐藏善行是更好的，但不是必须的。在个个别一些情况下，公开善行甚至是更好的。哪些情况呢？比如说，啊、呃，他能够鼓励大家也效仿。那、呃、比如说，第一个施舍的人鼓励大家都施舍，那这这样的话反而公开是更好的。也再比如说，复兴一个顺呢一件盛行大家都不知道，都遗忘了。 或者没有学习过，你这样做了以后，让大家知道这是一个善的，所以这样的话公开是更好的。所以善行这个它的这个举意是否真诚，不在于它是公开的还是隐藏的，这个是一个呃因素，但不是最重要的这个决定性的因素。决定性的因素是另一点，是心中的举意。有些人公开的行为内心非常真诚，但是有些人隐藏起来的，但是实际上还是希望人们听到，希望人们知道。所以这个最根本的呃点还是在于内心的举意。 呃，如果别人看见了就看见了，那你呢，如果说为了不让别人看见就放弃行善，那就损失太大了。另外一个问题说父母关系不好，呃，作为儿女如何劝解呢？有时候很无奈。这个就是人家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说清官难断家务事，对吧？每一个家庭当中都会有自己的这个考验，啊、呃，人际关系就是。 没有完美，所以 Allah 看到他了，说：“我让把你们当中的一些人成为另外一些人的考验，就是人与人之间彼此是 f i t n 人与人间就是互相考验。然后考验的内容就是 at-tasbih，你们会不会坚韧呢？会不会忍耐呢？所以，呃，一方面就是劝解他们，就说要有这样的一种容忍度，就说我们不能期待每一个人都以我们所期待的方式活着。” 就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命，都有自己的思考，都有自己的人生历程，对吧？都有自己的性格，啊、呃，都有自己的就萝卜青菜各有所爱。所以一方面就是不要强求，就是一种就是 let let it be，就是就是你是这样，那你就是这样吧，就不是大的原则性的问题。我爱吃甜的，你爱吃辣的，那无所谓，你吃辣的，我吃甜的，就这样。这样的话，这样的心态就首先避免了很多的这个摩擦，就是一种 leave and let leave，用英语里说就是你。 活也让活，就是自己活也让别人活，就是一种宽容。然后，另外就是还是的前面所提到的，很多今世当中的问题，当你与后世去相比的时候，忽然就觉得，哎，just do it，就今世而已嘛，你那么夸张干嘛？就那么重视它干嘛？操那么大心干嘛？今世而已嘛，很快就结束了，转瞬之间你都不记得了。今世当中发生过哪些事情？我们应该更加专注的是我们的思考那个能量时间，应该更专注的是如何。 增加自己进入天堂的机会，如何去赢得 a l 的喜爱，靠近 Allah，才能感受到与 a 拉的临近，呃，构筑自己的后世。当你把精力放在这些事情上的时候，今世的事情就啊都行都行无所谓。好，你说你说怎么就怎么，可以影响 a 就这样。所以还是要转移自己的注意力，更加的专注后世。啊，忽然一下，今世的很多问题就变得非常的容易。然后就是，嗯，秉公裁决，对吧？这也是 Islam 当中的一个呃重要的教导。 呃，当出现分歧的时候，人与人之间出现分歧的时候，反尔斯利后 n 呢，和我一同，阿拉说你们应当在兄弟们之间，呃，做调停，坚守公道。那么就是确实要客观的去看待，在某一个特定的这个分歧当中，谁是对的，谁是错的，谁更占理。呃，而这个理，这个理不是说，呃，我们觉得有道理，而是根据古兰和孙娜的精神，看看谁更符合伊斯 m 的教导。 然后去秉公裁决，啊、呃，慢慢的，一个家庭当中应该形成这样一种氛围，就是当当我们在遇到意见不同的时候，我们都同意去看或者案当中是怎么说的，是这阿里斯拉图斯 lam 是怎么做的，soha 巴拉迪勒安同他们是怎么说的，怎么做的啊、呃，都是以 islam 的这个知识去作为一个呃判断的标准，那么这样的话，很多时候就能够达到一种和谐。还有就是要不断的做对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也不是完全由人自己去营造和维持的，对吧？Allah Subhanahu Wa Taala 在参与所有的关系，他是掌握人心的主宰，所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需要呃，这个我们去不断的祈祷 Allah Subhanahu Wa Taala 来改善，呃，无论是夫妻之间的关系、父父父母与儿女之间的关系，还是其他任何形式的关系，要多多的呃，这个做对儿

回答这些问题，呃 a l l a h alam，Allah 知之，呃，感谢大家今天的参加。你上 a l o a t 请大家继续关注这个 WhatsApp 群、Telegram 群以及微信朋友圈或者一些微信群，啊、呃，通常是一周一次，有些时候是两周一次，通常都是在周六或者周天，啊、呃，希望大家也多多的做短啊，让我们这个线上的学习能够继续，也希望大家积极的去传达给身边的人，因为，啊、呃。 呃，这个学习知识是非常尊贵的一件行为，能够为我们的生活带来吉庆，能够让我们啊、呃，这个更有机会获得成功。所以大家也积极的去鼓励和号召身边的人都加入到这样的学习当中。嗯，祈求 Los p a n t 接受我们今天的这个相聚啊，让它成为我们在审判日善行秤上的啊一份善功。祈求 Los p a n t e r 让我们获得今世的美好，后世的美好，保护我们免遭活狱的刑罚。